嗨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在地人美食之旅今天来到彰化田中，我们就来看田中有什么喝料的哦。第一家来到，虽然很多人介绍过，但来这还是一定要吃的龙脊高丽菜饭。人多内用，请拿号码牌。看一看墙上的菜单，当然要点招牌的高丽菜饭。高丽菜饭里面加了相当多的虾米、高丽菜和萝卜丝，可能因为焖煮的关系，口感有点像没有汤汁的炖饭，而且虾米的香味非常浓郁。大家都知道台中有东泉，彰化也是有在地的番姜酱，一样是咸甜口感，甜中带点微微辣，口味比较重的肯定会喜欢。想知道外出返乡的在地人回来都吃什么，那就别错过这家天桥下的炒面、米糕、肉粽。另外品项还有豆腐、鱼丸和综合汤，就只卖这几种。我有仔细注意，每样都有人支持，很平均。那就来上一组米糕加豆腐汤。米糕颗粒感明显，微黏，香菇和肉燥咸度强烈，再淋上店家用青蒜和大蒜特调的酱汁，微呛却相当够味。加了油葱酥的豆腐汤，相对而言反而算清淡了。豆香感强烈的豆腐，单吃清爽，沾上特调酱汁又是另外一种口感，只能说这酱汁厉害。下一家来到了碧霞南投意面，当然要试试由南投百年历史原正发制面厂所提供的干意面。上桌咯，传说中的意面。面上铺了不少肉燥，而且为了维持水分和口感，也加了不少豆芽和高丽菜。哇，这个口感基本上的 Q 弹已经不需要多说了，重点是后面有一股非常特别的尾劲，要说是面粉香还是独特配方。看我好吃到手指头都举了起来，连旁边的三轴稳定器从头到尾路径也没察觉到，有点夸张了。另外加点的豆腐里面嫩而滑顺，这个好吃。天气热来吃冰，爱果汁和银芽冰的请到统一，如果爱豆花的请来现在介绍的豆花王。这里冬夏天的差别在于有没有绿豆，冬天是加糖水清冰，夏天则是提供招牌绿豆冰沙当基底。这影片播出不久就有提供绿豆沙咯，老板娘说会一直提供到田中马结束才会换回清冰，这期间来最棒，等之后我也要再来吃，那这次就来一碗所有料都加的。从聊天中就知道老板娘对卫生和食材的新鲜度都相当坚持，其实之前介绍过的店家大致也都有这种特质，所以这就是成为名店的秘诀吗？因为豆花王现在只提供外带，所以我们就只能就近找地方吃咯。如果不在车上吃，那豆花王右手边专卖好吃特色面包的千桥谷旁边，可是有个不错的社区营造空间小田道站。
相当有怀旧风吧。这里不定期举办活动市集，喜欢的请参考官方 FB。 回到豆花，豆花口感滑嫩扎实，有点像在吃布丁的感觉。红豆和花生是完整的颗粒，却相当软好入口，难怪吃过的都打推。不过说好的小粉圆呢？这时候就要请大家再看一次菜单，仔细看，粉圆是要另外加的，可别像我一样恍神只有点综合，就以为所有料都加到了。吃完好吃的豆花，接着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来到乾德宫田中妈附近的日新鸡蛋糕。这里卖的是摩阿，看不太出来是什么动物的动物造型鸡蛋糕，和无阿的奶油红豆两种。我有问老板为什么烤那么多鸡蛋糕起来放，他说有当时啊，人客来一道两三百个买，啊，我会付钱给伊。针对动物造型已经看不太出来，我也有问老板是不是没换过烤盘，他说有啦，那也没换过，只是用较久尔，所以老板其实有换过的啦。我想来买的应该都有共识，猜猜看是什么动物，就是这里的乐趣啊。那我就三种各来一份，就算这样也是超便宜的，只要30块。各位猜得到这是什么动物吗？那这一只呢？结果我这次有三只鱼，一只兔子。动物鸡蛋糕，微甜，口感松软，鸡蛋味十足。喜欢古早味蛋糕的，这个一定中。奶油和红豆内馅都成一体状，再加上较为厚实的蛋糕体口感，我自己是相当喜欢，开完马上又去多买一份带回家吃。永清啊，称一下时事，因为不敌蛋价高涨，即日起10元只能买到三只动物，不过能算便宜，就请大家还是多多支持。如果不想跑远，那在地伴手礼可以选择在丰油厂遵循古法制作的麻油和其他油品，都是浓醇香。或是在火车站前同样系出同门的在原油厂也不错。如果是开车来，或者是像我接下来的行程要往北斗田尾，那请记得要弯进来进发密麻花。老店历经两次搬迁后，现在附设的门市不仅好停车，购物环境也相当好。店内以贩售不同尺寸和各种口味的蜜麻花为主，其中香葱口味是招牌必买。如果是自己吃，那建议一进来就来看 NG 架上有没有想要的口味，虽然保存期限不长，但能买到 NG 包可是物超所值啊。那我就来买个香葱口味10包装。打开包装马上可以看到蜜麻花上面撒了许多葱花，请注意听，听到咔嚓的声音了没？口感酥脆，麦芽糖微粘牙，随着咀嚼，口中满满的是香葱的香味，难怪这会大卖，果然有道理。另外店家还有提供奉茶和休息区，可以让大家缓一缓步调，放松一下。提醒一下，影片最后还有放3段这次拍摄的花絮，有兴趣的可以看到最后。今天实际体验了6家田中在地的传统小吃美食，可以说大丰收。喜欢传统小吃的来这一定不会失望。有提到的店家相关资料都放在影片。
片说明栏。当然也不可能一次就全部介绍完田中所有美食，有机会大家请多来这捧场。喜欢的也请留言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让我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。我们下次见。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头家娘，头家娘来，头家娘来啦，来啦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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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 OK 啦。对啊，还没还没还没，好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一起一起来，好 OK， 好，谢谢谢谢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